上展开本土病例是二级的中间医研究助理，体检甲伊接触过110个人，目前86个人结果是阴性。咱台湾的邦交国尼加拉瓜今仔日宣布只承认一个中国，甲台湾断交了后，马上甲中国复交。受到立委家暴案件影响，即马民间甲下界拢呼吁毋通收刮组织亲密关系暴力。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暗时新闻，我是陈世东。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暗公布一个本土病例，是12月7日打入一个中间医女性研究助理，疑似是伫个 P3 实验室核酸检的。指挥官陈世东表示讲，相关的接触者是已经采检隔离，目前结果是拢是阴性。初步的判断是个案伫个职场位置可能较悬。那是实验室的这病毒株加病例的这病毒跳入比对的结果，相信是明仔出来。中央院就以女性研究助理宣告办事项确诊新冠肺炎，已经指挥中心紧急扩列采检相关接触者，目前有97个人居家隔离，1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应该采检的110人内边，86人阴性，24人也搁伫咧检验。大部分人都有检验过是阴性，好，所以在往外扩大，在这个职场这里面往外扩大的可能性相对的低，好，那但是在社区中，因为足迹很复杂，那还必须要提高警觉。这位女性研究助理按1686，刚刚是伫咧进行新冠肺炎实验的时阵，无顺利去挖到。指挥中心初步认为是感染德尔塔病毒株，严格个案讲有2遍被实验鸟鼠咬到，甚至因此感染，也怪等病毒序列比对结果出来。社区内相关的一些就是相关的确诊案例是零嘛，好，那他周遭的人现在有验到的那接触者验到的也是阴性，好，所以在社区被感染的可能性相对的是低。市场的可能性是高。外界好奇，东部敢会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指挥中心讲，去年11月，丹麦第一遍发现追踪感染新冠病毒了传染给人的个案。尾啊，荷兰、波兰也类似情形。目前全世界至少有3个国家有动物传染给人的案例。动物传这个事情，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我们还是会把它列入一个可能的来源之一。当然，就环境的部分，我们也会在做采检跟相关的调查，来了解说究竟这个实验室里头传染的来源是动物还是环境，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传染途径。指挥中心也公布3项紧急应变措施，包括成立专家调查小组，针对中间期确诊事件做外部调查。针对国内12间操作新冠病毒病原体高防护实验室，一礼拜内要完成现场查核，已经派人到事件现场的 P3 实验室，加相关公共领域进行环境采检。但是两强调，实验室的病毒株加感染者的病毒序列比对结果，相近一礼拜内11会出，就能查清楚感染源是不是来自实验室。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各国是加速疫苗注射。美国 FDA 在7日通过紧急授权，批准16岁加17岁这青少年会当追加注射加强剂。澳洲是宣布讲，明年7月7日开始，要替5岁到11岁囡仔人去做疫苗。在欧洲，这疫苗注射率较低，这斯洛伐克政府即马是用奖金来鼓励60岁以上的老大人去做疫苗。I say to all of you, got vaccinated 6 months ago, get your booster right away. 辉瑞 BNT 有请公布第三档的加强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有效。美国总统拜登和药品将赶紧去做。另外，第四个，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过紧急授权，批准16-17岁青少年应注辉瑞 BNT 第三档的对加针。We've seen that people who've been vaccinated several months ago, more than 6 months ago, have that waning immunity, and we're facing a variant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quire more immunity to be protected.其实，澳洲更加最先进疫苗注射率相关的国家之一，16岁以上民众已经将近90%注完2剂，12到15岁青少年有大约70%是完整来注射。另外，澳洲政府宣布，对明年1月7日开始会开放更加细汉的囡仔来注射疫苗。
based on the best possible medical advice through the TGA, that we'll be extending that vaccination program to 5 to 11 year olds and giving parents the choice. 另外，伫澳洲的斯洛伐克国会在初稿批准执行的计划，60岁以上的人注射疫苗，相关会得到300块澳元，相当代表9500块。Dobre, peňažky padnú vhod, nehovorím, že nie, ale ako nie preto. Také nemocnice, lebo detské domovy by si to zaslúžili viacej. 到这种位置，斯洛伐克就得有46个人习惯进来注射，比澳平平均在69%较低。不过，国内疫情继续清关，对于在2月开始全国进入封城的状态，政府希望经由发放奖金提悬注射意愿，也不过是有效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尼加拉瓜，七日宣布讲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宣布甲台湾断交，然后就马上甲中国复交。这嘛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第8个断交的国家，台湾的邦交国剩14个。国交部是表示遗憾，目前是停止双边的合作，撤离大使馆。蔡英文表示讲，就算面对外交的施压，拢未改变民主自由走向世界决心。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es el único gobierno legítimo que representa a toda China y Taiwán es parte inalienable del territorio chino.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rompe a partir de hoy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Taiwán.咱国伫中美洲的尼加拉瓜70向上宣布承认一中原则，甲台湾断交，国家中国复交。这是伫2019年所罗门吉里巴斯了后，蔡政府任内第8个断交的国家。目前邦交国仅剩伯琉、贝里斯、瓜地马拉等14个国家，大部分集中伫中南美洲。我国政府，我们只感痛心以及遗憾。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跟尊严，我国决定也从今天12月10号开始。终止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们会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以及相关的援助计划，撤离我们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外交部表示，立刻停止双边合作和撤离大使馆。实际上，这已经是尼加拉瓜第二届跟台湾断交，头一届是1985年12月17日，尾也是伫1990年复交，两届浪36年，而且拢伫总统奥德加主政期间决定的。总统蔡英文表示，面对外交的压力，未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的决心。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坚持走向世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用尽各种手法，让台湾孤立。我们全国更要团结，让台湾不要被孤立。苏贞昌批评中国孤立台湾，暗过同时也看到国际民主国家愈来愈支持台湾。只不过这是外交部长个调查，伫任内断交的第6个国家，那也立委要求个调查落台负责。总统府回应，应该被谴责的是打压台湾的威权势力，毋是辛辛苦苦拍拼的外交团队。所以总统认为无清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尼加拉瓜宣布甲台湾断交，马上甲中国建交，和自我真有经验的这个前大使赵林推测是讲，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和尼加拉瓜是国外大兵，嘛认为这个行为是针对美国来的。前外交部长陈建仁分析讲，以目前美国继续反中国、消停台湾的立场，无啥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骨牌效应。Sai, la hermana presidenta, Sai.De la República de Taiwán que nos acompaña. 2017年尼加拉瓜总统奥德加就职典礼，总统蔡英文受邀参加。迄当阵，奥德加也阁讲蔡英文是台湾共和国的总统，也不讲要来台湾访问。也毋过四年过去啊，奥德加毋但是无来台湾访问，也阁先宣布甲台湾断交，就随甲中国建交，正大使赵林表示遗憾。讲尼加拉瓜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才甲中国建交。第四任总统，所以国内的反对派的声音呢，这个一直不绝于耳啊。那么他可能在经济方面，他也受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希望在他们尼国内部的经济面的，希望能够稳定住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对尼加拉瓜是不是有些经济方面的诱因？我想也
不会出人意外。奥德加长期以来跟美国关系拢无好，再加上这边尼加拉瓜大选的结果，美国宣布要对尼加拉瓜制裁，双方关系是更加歹，和中国有机会打入台湾的外交。中国大陆送给民主峰会最大的礼物，因为台湾受邀参加，所以说他趁这个机会，等于算，而且也做给美国看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时机非常恰当。我们台湾根本就没有很努力的在经营跟尼加拉瓜的关系啊。现在美国是反中仇中很厉害，一切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外交的发展的，美国能够帮忙就帮忙，但是在尼加拉瓜这上面的帮不上忙，骨牌效应我想并不很大。尼加拉瓜宣布跟台湾断交，对台美关系是一大打击，甚至牵动台湾跟其他友邦国家的关系。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以美国出手稳定洪都拉斯跟台湾邦交来看，认为引起骨牌效应的可能性无悬。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高嘉瑜和近近的查埔朋友暴力退胎，也唔过今麦家庭暴力防治法，虽然保障的范围包括无登记的这伴侣，卖当申请保护令，也唔过并无引准会当用伫家暴法的这些刑事定数，和民间团体甲学者是拢呼吁讲，唔忙会当修正来组织亲密关系暴力。立委郭家如何进行男朋友暴力对待，各界拢真意外。妇女团体表示，其实家庭模式愈来愈多元，伴侣有可能无结婚，也是离婚了后，因为照顾囡仔大做伙，所讲的家庭暴力愈来愈歹定义。不过，若做无伫婚姻关系，就是伴侣不法侵害，并无准用家暴法的刑事定数。被害人报案了后，案件大部分是干呐靠坑。男方这边他就是一直要骚扰那个女方，有多次打电话报警，可是警方到场之后，比较多是以口头劝说的方式。就是劝相对人离开现场，然后也请那个就是我们被害人就是离开这个住所这样子。可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比较消极的。他介也好，用以犯罪防治的观点来讲，要中断家庭暴力犯罪，关键是公权力介入。目前家暴防治法第63条之一规定，纳入无作伙大判例，暗个欠缺刑事定数保障。学界认为，刑事定数入法会当防范搁较侪情感犯罪发生，甚至会当考虑改造亲密关系防治法。在我们犯罪学的研究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刑事程序的介入还是可以让行为人，对于他的行为有一些。某一种方面的一种控制，当初在设定它是有限缩的，也就是它可以准用的是可以，比如说申请保护令。但是我们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除了民事的保护令这一块以外，另外很重要是整个刑事的这个程序。民间团体提醒，伫亲密关系内底施加暴力的人，伊的行为会一直发生。万一拄到不法侵害，目前家庭暴力防治法，若是拄到未登记伴侣侵害，会当到警局或是家防中心请求协助申请保护令，呼吁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寻求保护。记者综合报道。下礼拜六特别公投了，民进党继续是全台总动员，替公投无同意来催票。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嘛拼全力到基隆、台中、甲南投用战车来扫街。甲公职人员即选举无同的是，12月18公投投票日迄一天，下当宣传，还阁必须爱注意规定，爱距离投票所30公尺以外，嘛爱严防声音的干扰。四个不同意。12月18就是四大公投投票日，民进党继续是全台总动员，为公投无同意票来催票。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蓉、甲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林辉鹏到滨江市场来宣传，希望少年朋友出来投票，然后由公投的讨论转来到理性的辩论。这一次公投的讨论回到理性的辩论，不要有政党之间的斗争。我们希望一切的讨论、一切议题的了解都回到专业跟科学的基础。公投票。拼公投，国民党也用尽全力。党主席朱立伦来到基隆，徛伫车顶四界坐来宣讲。这个南下到台中、南投，一天内连赶3场，要争取上大面，伊来支持四个拢同意。不过，团出党内不满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不愿意对公投表示态度。朱立伦强调，卖互利用煽动去了。分别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公投的支持，我们不用被见缝插针，也更不要自己造成困扰。
那国民党甲民进党拼场，赞成甲无赞成的也积极来宣传。甲公职人员选举无同，在28投票日迄天会有宣传的活动。不过要注意规定，唔爱离投票所30公尺外，另外唔爱防止声音的干扰。借由扩音器或扩音设备播送、放送声音的穿透行为，已经进入了投开票所四周30公尺以内时，恐以达到妨害或干扰乱投票的程度。中选会接受刑法第147条的规定，妨害也是扰乱投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15,000元以下罚金。另外，由今年四大公投因为疫情原因延后来投票，所以讲投票权人的年龄的资格，依然是原定的8月28日进前满18岁为主。初步统计有1,988,278人，不过最终的确定人数会在即时依法来公告。正式公投法定标准的基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禁止错天然的树啊，目前用的木材大部分是东南亚进口的。要么为着达到达到这个国产木材的自我供应的这个比例，部分国有的这个人造林木已经达到会当错树的标准。林木局这个月就伫个这个台东国术馆展示辅导的台湾族部落向阳木工房用国产的这个木材制作的家具。这个冰封看起来亲像顶下边的暗谷，其实上台湾三下布料后果变起来，配合明色的椅子加桌啊，有复古加贵感觉。暗谷详细一看，椅子靠的所在加桌啊，有台湾做变起来的图样。这是林木桥辅导台东县向阳木工坊，两位工作人员依步山茶做加固10年的成果，不止将原住民文化关锁，融入加固制作，也呈现出国山茶为生产到制作已经稳定完整的供应链。这一次展览就是，就是长林务局就会把这一套产业链，然后做一次连接，然后试运做一次这样。真侪人拢爱茶做家具甲建材，林务局统计目前国内茶大部分是用东南亚进口的，国产不到1%。啊，不过台湾推广人工做茶真侪年，近30-40年陆续拢咧厝内外化。林务局也希望将这茶推向国内市场。营地自2007年，台湾国产茶供给率到5%。去年我们的自给率已经超过1%了。那接下来几年我们会更努力。那包含我们国有的人工林，或者是我们私有的人工林。林务局表示，这个展览会到这个月30日，同时也展现台湾配合 APEC 会议2050年碳中和目标，呼吁爱用在地生产的国产茶，减少使用进口茶，降低碳排放。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学生实在是真厉害，大溪区智善高中加固木工科的学生，在教育部主办的这个高中工业类学生的这手艺比赛，打败了全国参赛这选手，取得金手奖，替这木业之城大溪是争取到光荣。沙发边桌，然后这次工科赛的题目。茶点啊，一个双边开的摊，手工拢做甲真细。在溪区智善高中加固木工科的学生林冠廷，在教育部办的110学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工业类学生技艺竞赛，包办期待对手摕到金手奖。冷静这件事情很重要，在那边的机械设备那些什么都是我们不熟悉的，甚至还会遇到很多问题。那这时候这个因素是就真的很重要。林冠廷讲，伊自细汉就爱用纸棒做手工艺。高中的时阵，经加固木工科，为了要让家己的技术更加进步，逐工放学了，拢会留伫咧学校，一直练到暗时9点，用模拟对白测试问题、解决问题。比赛前，老师也用评分表替伊做风险评估。工科赛它本身就是以技术为主，针对性的为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去做一些细部的调整，然后让选手他们本身去掌握这个题目它的特色。这边工科赛整体评分，智善高中的选手伫咧内顺、顺桥、甲外关拢摕到上冠军，和木艺之城大溪搁再增加成绩。学校表示，继续教育主要注重普通时的努力，甲老师用心的陪伴，为了要让师生会当放心参加比赛，也特别结合家长会的力量，透过愿望助学计划，予因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族法庭查到判决，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的民族犯下了这种族灭绝罪。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认为讲，这是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承认发生这件代志的关键。中国这个新疆当局为此嘛批评讲这是侮辱，表示讲这个判决是废纸一张。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族法庭在查到判决，中国政府伫咧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甲其他少数民族犯种族灭绝罪。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heard in public, the tribunal is satisfi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PRC, by the imposition of measures to prevent births intended to destroy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as such, has committed genocide. 法庭讲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国当局犯强迫绝育、性侵、奴役、扩大性交、强制遣散等违反人类罪，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的中共高层，拢对新疆发生的代志有责任。移居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贾福，听到判决的结果，讲最后世人国家理解伊的处境，怎么全世界拢知影有种族灭绝的代志？Şu anda bu sadece soykırım değil, yok etmeye çalışıyor. Tüm dünyadan silmeye çalışıyor bizi. Sonuçta yani Çin'in bunu yani Pekin'den parmağı onun olmadan, Çin'in izin olmadan olduğu zaten aşikardı. Onu bunlar kanıtlamış. 这个民间法院是刘邦维吾尔上大的代表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请求下，2020年九月由九位律师和人权专家组成，虽然无任何政府支持和关联性，也无权力制裁或者是惩罚中国，但国希望公开呈现中国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证据，迫使国际采取行动。对所谓新疆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审判，性质极其恶劣。做法极其卑鄙，手段极其龌龊，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诬陷案。所谓的最终判决就是废纸一张。在此同时，一名维吾尔族人随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头前抗议，要求中国停止对同胞的暴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莎强调，这边的判决正关键，希望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依照国际法履行义务，阻止种族灭绝，并且追究责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再来关心天气，也唔过明仔这天气是袂歹的，也唔过拜日是因为东北季风真强，所以北部甲东半部的雨会豆豆变较侪。天气变强，后礼拜一会有冷空气南下，到时阵天气会明显的变冷。所以咧，就看明仔各地天气预测。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5度，上低温度是18度。中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5度，上低温度是16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7度，上低温度是16度。南部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4度，上低温度是18度。我到地区上悬的温度是23度，上低温度是15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气象。现在来去旅游，看啊，感受一下这个元旦的气氛。感谢你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明仔这时间咱再会。